飞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老陈，好久不见，来，赶快坐。好，我们就开动了。哎，辉哥，不急，我有个好兄弟，等会儿马上就到。哦，那行吧。老陈，哎，军哥来了，来，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，所以啊，来晚了一点。哎，没事，来，坐。哎，辉哥，我和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好兄弟军哥。军哥，这位是辉哥，这位是……啊，这是我兄弟小杰。来，坐。看你们点的都是些什么菜嘛？服务员，把我们这一桌来一只大羊腿，再来五斤小龙虾。至于这酒嘛，酒就喝啤的吧，兵哥。喝什么啤的呀？今天高兴，咱喝白的。对嘛，怎么的？服务员，把你们这里的最好的白酒给我们先来三瓶，快点啊！辉哥，你不介意吧？啊，没事，不介意。辉哥，咱们初次见面，来，再喝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辉哥他今天啊已经喝多了，而且最近啊应酬也多，实在不行了。你看这样，这杯我替他喝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我敬辉哥的酒，他不喝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是啊，辉哥，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怎么可能，兄弟们！来，我喝。来，辉哥，我陪一杯。哎，老陈，你今天状态怎么这么好？平时看你喝半瓶白的，就已经胡言乱语了。你辉哥，你又取笑我了。大家都知道我酒量不太好，今天状态好，是因为喝了这个妈妈花园甘蓝瓶，能加快酒精分解，第二天也不会宿醉和头疼了。这么厉害，里面有什么？专利辣明奶基草和 FDP 能缓解疲劳，减轻这儿的负担，第二天起来精力能好很多。还是液体的，身体一吸收。哎，辉哥，你也来一个。好。嗯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还挺好喝的，对吧？老陈，放好没？敲好了，辉哥。待会我和你嫂子先去买单啊。行。别说好了吧。那老陈，咱们也走啊，走啊。各位老板，你们这还没买单呢。刚才那人没买吗？那位老板他只买了自己的，你们的没有买。你看你们哪位老板买一下单？那什么多少钱？5800。要不咱凑凑？老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朋友请你吃饭，哪有让我没买单的道理啊？小杰，咱们走。走。那什么，你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行，你打吧。喂，辉哥。哎，老陈，不是你请客吃饭吗？是我请客吃饭，没错，我是请你吃饭。我点的菜都已经买单了，客不待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提着昨日重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哎，妹妹。哥，你妹夫昨晚对我动了手。这什么情况？他喝了酒。那他以前对你动过手没有？没有。我现在过来。你别过来了，哥，太远了。没事，我今天必须到。你会心疼地抱我在胸口，你比谁都还了解我，你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。妹。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哥，你大老远的过来辛苦了。
辛苦什么呢？我是你哥，妹夫他人呢？他出去了。他为什么打你？昨天跟他妈妈因为一些琐事吵了几句。什么他妈妈？那也是你妈妈。我看他平时对你挺好的。昨天他回来喝了点酒，就对我动了手。美，老人家就算是错了，他们也是长辈，我们年轻人对长辈啊就应该多一点包容和理解。先做好你自己。好了哥，快进屋休息一会儿吧。妹夫不在家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我买了一些东西，待会啊你拿给叔叔阿姨。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啊，你们全家是和睦的状态。你说现在我要是进去了，他们还以为我是来找麻烦的呢。你等我一下。妹，你拿着，我打个电话给妹夫。哎，妹夫。哎，哥。我听说你们两口子吵架了，我这个当哥的，你说两句。我也是帮你不帮亲，你也别有什么意见。我们男人的拳头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。哥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妹夫，我今天过来呢，我也就不进去了。你都这么远过来了，吃完晚饭再走吧。饭我就不吃了。我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是开开心心、其乐融融的，不像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。如果我妹妹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打电话给我。我希望你们两口子能多一点沟通和交流。毕竟他远嫁他乡的，我感觉肯定会比较落寞，比较心酸，比较无奈。就算我妹妹受了什么委屈，也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我希望你在她不开心的时候能给她一个拥抱。好的哥，我懂了，对不起啊。行，妹夫，那我就先挂了。妹妹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哥，这么大老远过来，不在家住一晚上吗？不住了，在家孝顺好老人，照顾好孩子。有时间了，和妹夫一起回家看看，爸妈说想你了。哥，你开车慢点，照顾好爸妈。妹，不要以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了委屈，你跟哥说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喂哥，袋子里我放了一些钱，你去买些你喜欢的东西。哥，不许哭，要先走了。